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收看均匀园艺。芦荟是最为普及的花卉之一，它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，有花有反应，自己养的芦荟长势不错，但最近长得歪脖子了。发现这种情况的花友可以用三招，芦荟很快变得挺拔旺盛。一，花盆经常转一转，若发现的及时，在歪的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，可以通过转动花盆让芦荟受光均匀。当然了，歪的方向少受些光，这样调控 很快就能恢复正常了。二，用木棍绑住支撑，若歪的影响植株支撑，可以找来两根棍子，将棍子插在土壤里，顶端交叉绑住，顶靠着植株，配合转动花盆，让植株慢慢的变直。三，换盆，要彻底的解决问题，最有成效的法子莫过于换盆。重新上盆时将芦荟扶树直，土壤稍微压实，让芦荟有足够的支撑。 之后的养护为了防止虫倒覆辙，放置的地方要考虑光照方向，或者不时的转动花盆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取插穗时不要剪底部的新叶，否则也容易造成歪脖子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，下期再见。